好，观众朋友你好，今天的环宇大话题要来盘点逃税的名人跟巨星们。就在20号，拉林天后萨奇拉才刚跟西班牙检方达成和解，他被控在2012年到2014年这3年的期间逃税约新台币4亿5千万。按照检方的说法，萨奇拉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西班牙度过，而按照法律规定，在西班牙居住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就会被视为税务居民，必须纳税。但萨奇拉的说法是，他这段期间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国际巡演，也都不住在西班牙，一直到2015年才完全定居于此。两方说法都不拢，而萨奇拉本来是决定宁可在法庭上一战，不过就在审判开始之前，他退了一步，跟检方达成协议，认赔2.6亿来换取人身自由。因为按照检方原先的计划，如果萨奇拉被判有罪的话，要求刑8年。但即便如此，萨奇拉仍然否认有犯下任何不法的罪行，也强调他是以子女的利益为重才跟检方和解，因为他不希望让两个孩子看到妈妈在这场官司中牺牲个人幸福。而其实名人逃税的案例并不少哦，这一件就在当时引起议论，就是曾经效力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梅西，跟他的父亲兼经纪人被控3项税务诈欺，还利用空壳公司隐瞒肖像权收入，共逃税约台币1.5亿。父子档在2016年被巴塞隆纳法院判刑1年9个月。不过根据西班牙司法惯例，刑期低于2年又没有涉及暴力犯罪，通常是不必坐牢的。而另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中国女星范冰冰了。2018年，她被爆出阴阳合约，不止被罚新台币40亿，还被列为劣迹艺人，沉寂快5年才再次出现在影视作品还有红地毯。今年初，他亮相柏林影展，面对久违的国际媒体，也首度回应逃税风波。他说，5年没有拍戏，对一个演员而言其实挺残酷的，同时也看到很多不同的人性，可以听得出来这几年走来非常辛苦。重磅消息，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要做更改了，原本是晚间10点，现在改到晚间9点，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欢迎一把刷。